毕竟说这我们是第一次啊，就是说牛仔面料方面带进了这么多的颜色。上围是可以到98，穿那个身上上围90是有这么多的空间，可以来捏一下这边旁边这么空间。如果你上围这么巧是98，是穿得到哈，只是说100的话我就建议你跳过。毕竟说如果这么巧上围是98，穿上去是不会勒，不会压胸，也不会有抱扭的问题哈。大衣肯定是够长给你大衣哈，这个款式显瘦的话就是我身上的黑色 ，OK？ 要显瘦的颜色啊，就是这个黑色哈。伊丽你的是 dark blue， 孙丽你的是粉色流的。然后换了这个 champagne color， OK， 所以它有两个浅色，一个是 champagne， 然后另外一个是白， OK。想要穿的比较显白，又不想带走白色的话，你可以带走我身上这个 champagne color， OK。扣是 STD 55，价钱只是65。下摆呢，它就属于一个，它是属于一个比较直筒，可是 over 穿起来它会有那个曲线感在那一边，就对了。看去一样，它像是没有袖子，可是上身它一样是有那个促袖的那个效果在那一边。旁边看是这种有弧度的那个款式，像他讲的，前面后面的长度是够长 ，cover 得到 hip 的那个 part， 不用怕面料会透啊。你看颜色，对，不会啊。它是牛仔，整体来讲很少牛仔面料是会透的、啊，它是牛仔面料。可能撇开浅蓝的深蓝啦，毕竟那两个一看就知道是牛仔，其他四个色我是觉得上班穿对可以的。可以的，没有问题哈，上班穿。现在讲它看不出像牛仔，就是除了那个那两个蓝哈，那两个蓝，对。就算你开两粒纽扣啊，我现在是开了两粒纽扣啊 ，OK。如果你不想把纽扣扣完，你是要穿的比较 rock 一点，可以两粒纽扣开了，不会说走光之类、太低 V 之类是不会啊。两粒纽扣开了还是刚刚好的，露一点点锁骨会显得显瘦。OK， 我身上这个是 champagne color， 我去换 light blue 给你们看先。数量大概是5到6件啊，所以说要确保拿得到的，一样直播下单带走哈，可以数量比较少哈，这个。是粉色，水明大香槟色流的。哎 ，overall 你穿起来想要很复古的感觉，带着我身上这个 light blue， 它有那个肮脏，很 season wash 的一个效果啊。我身上这个蓝啊 ，light blue 啊，来你看啊，比较一下蓝跟黑啊，就还是同款，可是穿起来是完全是不一样啊，不一样的效果，觉得还是一样。所以说为什么这个款式你们可以直接带走几个是不一样啊？它就是一看就是牛仔的那个款。对了，这个呢，你上班像那种衬衫这样子。这个啊，这个颜色撇开那两个蓝啊，其他四个色上班穿是可以哈。OK， 我身上这个是浅蓝啊 ，Aura 整体穿起来它有那个复古的那个味道。OK， 它是那种很 season wash 的旧对 OK， 袖子这边它一样是这样子翻遮了，有款式定位在那一边，所以像他讲，不用怕安变动太大之类的。所以你想要穿的比较复古啊，一看上去就是牛仔的那个款式，带走我身上这一个浅蓝色。转后面，后面是有款式的，它不是 plan 的、啊，它后面是这样子有打一个折，然后中间是这样子破开来穿。下单打扣的你要的颜色是 free size 啊，这发只要你的上围没有超过我们提供的尺寸呢、啊，100的话会稍微比较压胸一点点哈、啊，100毕竟它是没有弹力，100会微微比较压胸啊。什么大 light blue 加给你了哈、啊，基本上没有超过我们提供的尺寸都不会造成爆扭就对了。OK， 来我去换白色给你们看。100的话，我就建议会，我就担心你会比较压胸、啊。叠穿叠穿、啊。对，除非你要两件事啊，你当叠穿是可以啊，是可以。你是用你的是 light blue 流了。给那些上围100的，你可以选择买来叠穿是可以呀、啊，没有问题。然后是 Justin 一样啊，你的 light blue 流了。这个款式我应该会说很多个色啊，为什么？因为我很喜欢这样子的牛仔上衣。你普普通通去外面买一件这样子的牛仔上衣啊，最少最少啊
三位数啊，99都算是很便宜了的啊。对，它的价钱现在牛仔茶牛仔公价在外面三位数是它的公价，现在我们只需要65。所以说你们如果是比较偏爱这样子的款式的上衣，去到它是牛仔，它的上身是非常的舒服。那么呢，它跟以往我们常用的 cotton 面料之类有什么区别呢？它牛仔它会穿起来比较挺，在那边它会比较立体，对了，比较有那个立体感。 OK， 我身上的白不用怕说白色会透啊， overall 它是属于一个 off white 的那个白来的。 OK， 为什么我说我喜欢穿这样子的？因为它微微有一点袖子这样子遮着一点点，可是它就是属于一个没有袖，它非常凉爽就对了。 OK， 它非常凉爽。然后像我每次讲的，我很喜欢带衣服，这一件我穿的话我肯定不会带衣，也是很好看，带衣也是可以哈，因为它这个弧度整体你没有带衣的话，你这样子穿是非常好看的。有款式啊，有款式没有这么的单调，没有这么死板就对了。 OK， 这就是白色。给那些说喜欢浅色的白跟香槟色二选一啊，白香槟色你可以二选一。这个是香槟吗？然后我身上的才是白啊。 OK， 这两个色比较接近的。牛仔方面好像没有过白色哦。没有啊。对，牛仔方面啊，尤其是这样子的牛仔属于一个比较衬衫款的牛仔上衣，我们是第一次有白色。来，我去换深蓝色给你们看先啊。所以说这个款式你选择要显瘦的话，我身上的黑色要跟以往没有过的颜色白色确实是没完全没有过啊。之前如果你说香槟色还是说浅卡是有过，白色是真的是没有过哈。要配一长一短就这种很牛仔 feel 的 ，OK， 选择 light blue or dark blue。那么你要属于选择说要有比较复古感的，选择这个浅吧 ，OK 浅的。我也是会自留这个钱的，我真的很喜欢，我很喜欢。然后是说不答应啊，肯定是说我的臀部比较丰满的，我要搭牛仔裤，我想微微可以遮到臀部，它是遮得到 ，OK， 是遮得到的哈。所以说赶快啊，尤其是要浅色，应该剩到最后几件啊，浅色数量比较少，你要去把拿得到的话，记得直播下单，不要 inbox 啊。要女人味的话，就带走这个粉色。粉色之前有过吗？没有，粉色也是没有过。过哦、对对对，只有裙子有过。现在女生裙有过啊，所以说这个款式除了香槟色、黑色之前有过，蓝牛仔蓝啊两个都有过。杏色应该是属于白。其实它的蓝两个蓝都很好看啊。OK， 对，给好配一下两个蓝色。OK， 这有色的好看。下单蓝记得要打，你要是深蓝或者是浅蓝，哪怕浅的你就带走蓝吧。Compare with 深蓝它来会比较显瘦，显瘦显瘦，深蓝会比较显瘦。所以 overall 你看我这样子整套啊，穿牛仔裤，它好像一 set 这样子。对对，我感觉到我自己穿了一 set 这样子。所以要找这样子比较特，应该说我们第一次啊牛仔上衣这样子的 pattern 啊，这么多个色。它有点类似衬衫款的，第一次有这么多颜色。要上班穿啊，不要带走蓝色。你们要上班穿是可以呀、啊。带走其他颜色。你没有人扑到你前面去说，哎，你这个是牛仔呀、啊、，OK？ 另外四个色你们上班穿绝对是可以，只是你那天要离老板远一点啦 ，OK？ 就是如果你想偷偷上班穿，其实最适合是黑色，因为黑色 totally 是看不出是牛仔 ，OK？ 然后呢，想要找白色的这种衬衫比较立体感的，也看不出是牛仔的，带走白色。色吧，可能白和香槟你二选一 ，OK。然后另外一个比较女人味的颜色就有这个rose pink，OK、okay?。一眼看去就像牛仔的，就是两个款，就两个色，就是 light blue 和 dark blue。所以下单蓝的写好啊，你要 light blue 还是 dark blue？STD 55，价钱只是65。像刚才讲的，基本上啊，牛仔面料的工价、啊、都是三位数啊，99都算很便宜了啊。现在只是65零几，这个我应该两个蓝我都会拿。不，我今天很疯牛仔啊，我很疯牛仔就对了。OK， 我这两个蓝，我看你看啊，哪一个比较剩比较多的，我就拿哪一个。然后我可能会加多一个白色吧，白或者是香槟色二选一。对对对对，二选一，二选一哈。Free size， 沙发只要你的上围没有超过我们提供的尺寸啊。今天不要超过98哈，不要超过，都不会造成暴露。但你说100其实是穿得到，可能说整体就没有这么舒服。我不喜欢，不想说，卖给你之后你穿起来觉得，因为我不想你穿的这样子很不好看的感觉，对，这样子不好看。啊、所以说，就这些不要超过100会比较好哈。它就要有一点这样子宽松的，穿起来整体才有那个效果。给我穿这一件呢，我会选择不搭一的，其实是，哦，我又放到了，对，
OK， 整体给我来穿的话，这件我恐风不会打印，衬短裤也非常好看，还是像助理这样子衬那个裙子也是很有女人味耶。我觉得助理这上班休闲都可以、啊、都可以都可以。这个真的如果还有的话，我就建议你们不要带走一个色，毕竟是说少见的款式，真是我们常常讲这个这样子的款式最多是两个色，三个色或者是两个色，这次是有四个色。上班的话，你不要选择那两个蓝，其他四个色都适合。所以说你上班穿了，你休闲可以像我这样子搭一个短裙、短裤，甚至白布鞋。女性的话，你可以就是搭一个牛仔裤，这样子都适合。所以说，尤其是这样子的，它前面开纽扣，整体就说带出来的感觉是那种衬衫款。所以说上班另外四个色是可以，因为如果是说带着蓝色的话，一看就觉得是牛仔，可能上班之后穿起来就没有这么的大方好看。OK。要上班穿带走另外四个色哈。还有一个穿法就是for那些上班不需要穿的太 formal， smart casual 跑 sales 可是公司要求你需要穿有 collar 的这一件你带走很适合，因为很多时候在你们穿 smart casual， 他们都要求你们穿那种衬衫，然后有 collar， 这一件很适合就对了。你看我像我这样子配搭很好看，就是同色系配搭，同色系配搭，我这样子一套这样子配搭。来，接下来要介绍的，谁还要下单这件上衣的？赶快，因为数量不多 ，OK。不然的话，你可以像我这样子，同事是很好看这样子配的，一套这样子牛仔半裙。对啦，如果你上班有规定不能穿牛仔的话，可以带走这样子一套、哦。一套就是非常 summer 的感觉，我这样子一套像连身裙这样子，不是啊？就是我刚才配搭了 W 的上衣，配搭了这个新款的半裙 ，OK。接下来半裙牛仔半裙的款式。